观察诸法体性不生不灭，慧心安住忍，心坚持不动，潜思细观法，性本无性灭，性界真实法，心安住定静，观察诸法体性不生不灭，咱用心来解思考啊，好好反观自性，不管是咱家己内自心性，或者是呢外相一切的性，咱应该要真清楚了解呀。佛陀的教法是深而广而宽，真正是深空开阔，咱来用心去观察真微细咱所接触一切诸法体，一切的法啦，一切的道理，本来无体无相，却是呢，伊有迄个性不生不灭存在。咱的心空，咱人人本具佛性。啊，佛性是伫倒位啊？咱所看到的是人的身躯，长三里四啊，是观是业是肥是瘦，咱敢若会当看到安尼的相，人的形相，啊，人人本具佛性。性在哪里呀、啊？这个真如本性，就是咱的真实法。迄、那个法的体相，咱看未到，看到的敢若外面的身形，无法度呢，看到咱内在这个。真理伊个体相，咱看袂到啦。啊，不过大家一定要坚定信、深信，性性是不生不灭，佛性不生灭啦，人人本具。啊，佛性就是真如啊。真如人人本具啊，这是道理。咱每一天的生活，都是甲咱安尼，同齐起居，同齐动作，确实呢，咱无法甲伊真如本性，咱无甲伊发挥伊的作用啊。所以咱时时都敢若受着迄个无明来，甲咱指引，互咱由不得自己真如本性呢，就是敢若随着咱的身体、甲意识去动作，咱无有用着真如的。本性，但是伊还是呢，还是永远啊，不生不灭，从顶点结以前，一直到现在，不增不减嘛。
那就是不生不灭啦，人人本具，爱相信。在人间，空间，咱拢看袂到啊，就是真开阔，真开阔，遮呢遮开阔，一大空间呐、啊。天地宇宙之间，这么开阔，到底有多阔呢？常常讲过去啊，敢那一个太阳系啊，是一个大宇宙的中间的一角落而已呢。定啊，这个大宇宙呢，太阳系有多呢？正多的星球。世界地的呢，也阁算也未出来，可见，干那一个太阳系的大空间呐、啊，都无法度去测量。咱定下讲四大不调，起码应该讲五大不调，因为呢，地水火风空，还阁加一个空啊。但是这个空，就是空间，大空间，咱是看伊袂到。不过呢，天地一切，物理、生理啦，拢总呢，伫这个大空间的内底哩。大空间，咱所看的什么都无。就是因为什么都无，伊才会伫迄个所在生起了真多真多形形色色的物质起来。所以讲性，这个、空性啊，就是包含一切的道理存在，袂用得讲。看袂到啊，所以都无啦。空中妙有啊，咱若用心观察，将佛陀的教法好好用心，在咱日常生活中，人甲人的中间嘛有一个空啊。您坐着那爱有一个距离呀，这人甲人的中间，距离是宽还是近呢？也那是大家人拢静静坐一个，同款周围也是空间，所以这体法体性相不变。这个大空间永远都是伫咧，不管地球是安怎会变呐，但是还是伫大空间的内底哩，不生不灭吼。那咱也是同款，真如本性，不管咱的身体安怎变。今生出世，孩童的身体，老迈来的身体，时间安尼伫咧过啦，迄、那个真如呢，都是共款啦，无有讲啊，囡仔细汉减少一寡，老来呢，那就较侪一。无啊！现在的人呢，细汉懵懵懂懂，啊，即卖的人，一世人过了后，到老年来的时啦，咱毋是常常听到吗？啊，社会未来呢，老人问题啦，失忆症啦，那、啊。古早人叫做老犯癫，那就是
坐回来啊，这项未记哩，那项唔知，大项都拢总呢，好多掉去啦。是不是人人拢安尼？无一定。但是，这种在人群中啊，人甲人的中间伫咧互动，看咱的心性到底，咱是伫。在真定性的慧根，或者是呢不定性，随着人间烦恼无明啊，安尼来所示啦，就是指引啦。咱那是随着安尼环境指引啦，咱的内心呢？虽然外面讲哦，我爱安尼做去做，但是内心随着境界呢，还是起伏不定。这回来啦，那恐惊呢，就又是糊涂去了。所以咱学佛啦，爱真用心，真用心，将法。内外一如，咱要学佛，咱就要真诚的心，学佛的智慧。佛陀甲咱指引，法是安尼行，咱向安尼去心明，去找啦，去找出这个法的道理，法。迄、那个性到底是伫倒位？咱的真如甲外面的境界安怎来互相契合？这呢，咱爱真用心嘛？爱用的呢是慧心法，安怎甲咱指引？咱好好甲心专注伫这个理，就是。这个法性，咱来好好用心去体认这个法性，那这就是会当了解啦。法佛陀甲咱讲，相本来都是无相，体相一切的相。既然会形成出了这个形形色色，伊有变迁，是无常的；有坏空，唔是真实。咱即嘛拢爱真用心去体会，那这是爱用慧心，咱的智慧，家己自我不断开发。咱若会一番的理啦，就正中一分的智慧。道理咱若契合、契理，了解哦，原来是，那这个原来是，咱自然呢会就正中一分，所以会心嘛，安住。安住忍，因为咱要修行，咱六道的内底啊，都袂用个减掉了这个忍。你要度人，你必定呢爱承担负责。你爱承担，你爱负责，你爱在人群中尽做。人间的责任，咱拢总爱负起责任来。伫人甲人的中间啊，人事物啊，不如意的代志十有八九，你会当无忍吗？所以啊，真正发心立愿啊，心与法会当契合起来。这念的慧心
他一定要安住的入，要有忍的功夫啦。不管世事安怎变迁，法这个理绝对是不变的。咱的心、慧心也是要安住不变，所以慧心安住忍，唯有忍啦，才会当不变。这是咱的心，心坚志不动啊！无量义经啊，志贤希薄，修志不动，这就是咱学佛啊，最重要的。所以咱来时时勤思细观这个法，晓得。发性啊，本无生灭。发性本来就是无生无灭啦，真正的坚定的，这永远不变，亲像虚空同款，心包太虚呀。咱的心，心性本来。就是这么这么开阔啊，什么东西会阻碍到我们的心呢？心智是这么这么宏大，有什么我们不能容纳到的呢？所以啊，我们来好好勤思细观法，要真微细啦，爱真深深入啊，好好呢，用智慧来观察人世间一切，咱应该好好了解这个心啊，本来就是不生不灭，这是不变的道理啦，所以爱心。爱深信，信解真实法。咱爱用深心来信解，咱的心不只是开阔如虚空，也阁是深啊！天地之间难测量，到底天甲地有偌阔啊？虚空法界呀，无法度测量，所以咱爱有这款的深心信解，这就是咱的本性，这是真实法啦。所以心安住定静，咱也会当这个深心。信心啊，自然这个真实法呢，跟咱的日常生活无有分离。咱不是无明来指引咱，是咱的真如本性，和咱的人生体悟佛的道理。替我们自己的角色，所以这是真实法。真实法安住在哪里呢？就是安住定静，寂静清净自然希望，就是要回归到那个寂静定清，这就是咱的心所安住的境界，清净寂静，这就是咱所要追求的境界啦。哈，咱日常的生活还是偶像啊，执着啊，是你是我啊，是啊，我对你错啊。
对错呢，就是一直伫对立间，所以人甲人的中间呐，难得呢，会当安尼合和和谐吼，咱要净化人心嘛，都爱从家己开始，要安怎人甲人的中间呐？咱要安怎来体解大道？人人爱发无上心，体解大道，咱才有法度呢，智慧如海。会当智慧如海，咱才会当甲众生会合，通利大众啊！这就是咱人人呢爱学的啦。咱若无合心和谐，个人的主意呢，个人就认为我家己对，那大家人拢总对啦。所以呢，人间呐，这个大空间所包含的一切，拢是错误。因为呢，人人拢总对，那敢唔就是大家人拢唔对呢？家己的见解认为是，那别人的见解拢唔是，那这。人间要安怎会当和平相处呢？同款的道理，咱应该呢爱体会吼，还好好观察啦，诸法体性吼，这种不生不灭，咱爱好好用心哦，来证明呐。一经文安尼讲。叫众生住于二地，如来逆时即变为旋，逆定所作弥般那，逆所住地尽已佛慧，这咱爱真用心去体会吼，那。二地呢，就是干那固守伫家己啦，这真正应该爱办呢，才代志你阿未办，也未真正尽到你的责任啦。所以佛陀佫甲大家人讲，但是安心，恁已经呢慢慢接近佛慧啦。虽然声闻缘觉，也是伫咧修行啊。平时起的烦恼无明啊，原来是了解人间苦空无常，集一切因缘汇合，即成为苦，成为无常，成为天地之间呢。苦难偏多，繁华无常，真呢道理恁拢已经知啦，所以大家人也开始爱负起责任来，也未负起责任呢，就是所作弥办。你会当了解一切，你应该爱投入灵魂，你就是心量无开阔。所以呢，所作弥办呐，但是你所住的尽已佛慧，已经呢无明启迪呀，远离了三毒，因为诸恶莫作，现在需要的。就是众善奉行啦，诸恶莫作，诸人不对地噶噶。现在呢，咱了解一切是无明所作，所以咱现在知影，知影，才会无明唔通搁做，那就是三界啊，欲。甲色界、阁无色界，这个见思烦恼啊，
咱差不多会当去除啦，干那擦一挂，尘沙无明，尘沙无明呢，都爱实验咯。你爱入人群中去体验，体验呢，无量数的烦恼从倒位去，安怎样会有烦恼？你爱入去人群中去体验。这些证明啊，咱应该去体会现代的人呐、啊，更需要，袂用个离开人群呐、啊。现在呢，天地之间呐、啊，更是迫切，哎，了解和人人呢，了解道理呀、啊，人人已经脱离了人伦道理呢，这。整个人类社会家庭都是拢脱节啦，这个时阵呢，正是需要诸恶莫作。但是，要安怎样立人群呢？去引导人人众善奉行，改变了过去的诸恶，未来安怎样？去为善，这不是呢做不到。这回我去屏东，同款呢，敬神人啊，过了后呢，现在已经换倒转来呢，走入人群啊，伫咧接引人咯，因为伊受尽啦，因为伊呢回归了人伦的家庭。的生活，好、啊、对父母呢？早安啦、啊，奉茶呀、啊，问安啦、啊。过去的囝看到老爸呢，足讨厌。即马对老爸呢，是安尼学老爸学甲足近呢。逐早去对老爸去奉茶，阿公阿嬷。暗时对老爸去问安，这伫感觉来回六次，出来啊，搁烦呐，搁入去，搁出来，搁烦，安尼六回哦，半世人的时间就是安尼来来回回。一旦呢，因缘呐，人间菩萨啦、啊，走入去感觉内底几年的时间，去引导，去讲给伊听，善恶因果啊，人生的可贵啊，这种。人伦道德的可贵，安尼呢？几年的培训与教育，可以入经中顶顶啦，引出来啦。伫也阁是假释的中间，就开始转变啦，转变到和父母呢？真欢喜，好惊呢，也是有一个典范呐。这咱现在所看得到啊，所以人度人呐、啊，实在是唔是做不到。这一群一群呐、啊，会改变呐、啊，都、就是一个一个发心呢，安尼投入去。去付出，去教育，看到因一群一群的改变呐、啊，家庭的和睦，社会自然就安定呐、啊。这干唔就是咱需要哎，投入人群该负的责任，该办呐、啊，咱爱赶紧办哦。那小性烦呢？自己自我了脱烦恼
咱主办，咱依办呐，所作依办呐，就是我该修的行，我拢修啦。但是呢，也阁有所作未办呐。佛陀的附托，咱人人呢入人群呐，度化众生，咱也未做到，所以也阁有所作未办呢。这所作未办，就是爱去立灵根，行善法啦，去引导众生。这呢，咱爱真用心体会呢经文的意义吼。那不过，主题已经近于佛会，佛的地位啦，差不多得要到啊吼。佛嘛是同款，安尼过程修行来啊，只是佛陀已经呢心宽阔，为天下众生，这个心开阔啦。咱现在爱学的就是这念心。下面的经文安尼讲：当观察照亮啊，所得涅槃。非真实也，但是如来方便之力，以一佛性分别说三。咱要好好观察学佛啊，咱要用真微细的心来观察照亮，来测话啦。来测量啊，爱知影，咱到底认为咱所得的呢？修行是毋是咱已经呢？咱拢总得到啊？有得到也无？咱的心有直情清净未？好、哦，以为讲吼，我意思就是无有这个。关联啦、啊，吼意识隔转，安尼呢，我都会当完全心清净吗？尽管咱现在会当隔转人世啦，无甲人呢就结仇联合无啦，也无有爱恨情仇，咱也拢无啦。但是呢，咱也阁有身躯啊，这个身体呢，到底到未来，那就是咱现在啦。咱家己的感受呢，有时阵都不由自己的心愿哦。家己定落来的时间，我应该爱安怎样精进？我爱安怎样用功？我要安怎修行？是不是咱家己所定的时间，家己所规划，咱到底做会到啊？无，不一定做会到呢。所以啊，咱来用心嘛，哎，好好呢观察照亮咱家己这念心吼，哎，好好观察咱的心啦。所得涅槃的非真实呀，不是已经呢完全隆重涅槃吼，不是隆重啦。咱的心呢，直情清净，咱也搁有伫咧起伏中啊，非真实。干那咱的身躯也伫咧人心大患，就是有这个身体。身体呢，也不如咱家己呢自我规划的意。何况讲吼，咱要
到外口来讲，要安怎去度众生？要安怎规划呢？大代志来做承担呢？也阁差真多咯，吼！咱爱真用心地当观察度量，吼，所得涅槃非真实，家己呢爱好好测量家己，咱家己唔通认为讲我拢总捌啦，我捌的代志已经真多，我烦呢已经拢了解。唔好安尼想啊吼，所以讲，你当观察度量，爱真慎思，真理性啦，好好去思考吼。你所种的偏空寂灭，大家人所种到的，尽管讲吼，了解真济啦，佛法我了解呀。佛法你了解呢？你敢那了解的讲吼，偏空就是偏去啊啦。敢那知影讲，这幻呢，一切非真呐。敢那知影安呢？这无法度头去真正体会，咱来好好呢，心思吼，爱真心中真理性，好好呢。来思考啦，咱大家人佛陀讲，你所证的啦，偏空寂灭，只干那讲了解真深，啊，了解真深呢，上深的，就是一切皆空，一切拢空，但是呢，这不是真实的大涅槃。一切皆空，空中迄、那个妙有，妙有啊！这是咱的真实、真如的本性啊！咱敢那知影，人若死一了必了，敢是呢？第一了啦，后面呢，也阁有无量数的因缘牵引着。还是不了啊！迄、那个妙意啊，定点劫以来，还是同款不生不灭啊！这就是妙意吼、哦，不是一了必了，空了都无啊，不是哦。所以咱要真用心去体会，所以但是如来方便之力。其实所说一切无常苦空，苦空，这拢是真理。咱若敢那到这停止啦，那就唔对啦。这只不过佛陀呢，牵引咱入门，入去到这个宝藏的内底哩，你嘛都爱入门啊。这只不过呢是入门而已啦，真正会补课啦，所种的地方你也未到位啦，所以如来方便之力，因咱入门而已吼。随你根基方便之力，只是随咱的根基，安尼呢，来甲咱引导咱入佛门来啦，互咱了解开启一扇门，互咱入来吼。因此为实施权，就是安尼为实来施权呐，莫非呢？要让咱知影，人人本具佛性，教咱的方法，安怎样呢？体认咱的佛性，
这是佛陀的智慧。也那无真如本性伫咱家己的心内啊，咱就是家己唔知。佛陀则是用这个方法，即方便力吼，这个方法，这些为着要互你知影，人人真如本性，所以因自为实施权，因为安尼要互咱了解妙有的道理啦，所以伊就爱用遮尼正多的方法呢，来甲咱教育这施权呐，应咱所需要方便的力量来甲咱教育，所以当观自心性呐，应起应道，咱应该爱好好观察咱家己的心性，咱家己的心啊，那过无好啦，啊，咱的心呢，咱无认识，唔知影咱家己的本性，那安尼要安怎？所以佛陀呢，是用种种方法，安尼把咱引导到这个程度来，咱就会当了解。对，咱人人本具慧性，是啊，咱应该呢，将咱的内心啊，就坚定啦，这个自坚定的忍，有这个忍嘛，咱才有法度呢，继续搁行落去，这爱动观自心性。方法已经知啦，咱家己的自己的心性呢，咱若无好好，较紧紧搁再观察，那安尼可能咱就是到安尼为止呢，定就是安尼海带停退落来，那就是退带微笑吼，还是同款原地踏步，同款呢？咱的心性不定啊，所以咱必定呢，哎，动观自心性，应起应道，应该投入，投入人群中，因缘众生啊，等待咱去给度化，这些真重要，所以咱来用心嘛。以一回生分别说三，哈，佛陀呢，就是因为安尼用方便力啦，要来甲咱度化，所以咱呢，家己本性，咱应该拢总真清楚啦。佛这呢正用心啊，咱应该呢回归本性来，好好呢思考。干那欠一项，那众善奉行，爱入人群中去啊啦，应去啊，这人间的苦集灭多，咱家己已经清楚啦，但是呢，人群中也未清楚，咱爱赶紧紧投入，和人群呢也会当知影。苦啊苦啊！大家人呢，应该爱了解苦的来源是对倒来。过去咱是听佛安尼讲来，咱已经真用心去体会、了解这个道理呢。咱已经真扎实，咱已经深信啦、了解啊。即马爱换咱呢入来去向在。因缘众生不敌苦难多造作啦，这个无明福者真多的业力在人间人啦，将人群呢一直做到呢，影响大乾坤啊啦，大乾坤的气场呢那受影响啊啦，咱敢会当过？坐咧看吗？应该，
这些道理咱捌，咱爱赶紧入灵根啊，唔通搁再造作烦恼无明，惹来遮呢真多的灾难，受苦受难，无量数的众生，大家人应该呢爱赶紧觉悟起来。所以佛陀上重要的是要爱咱，甲佛同款。心包太虚，两周三界，毋是家己了解就好。咱爱赶紧投入灵根去，人人来了解，所以以一佛性来分别说三。佛陀的一佛性是这么简单，一句就很了解了。啊，我觉悟的境界就是这样，真虚空遍法界所有的道理我拢总了解了，我真清楚我现在的心境，正直清净自然希望，哇，这个境界多么真水，这么简单，不是只有我有，你们人人都有啊。我是这样经过修行来，来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这样经过来修行啦。这呢，用众生的根基，伊这个都来人间呢，这个都人间呢，就是为这一代事，所以伊再来人间，同款出生，同款的青少年的时代，同款的有父母有家庭，同款为着要求得觉悟，伊都要脱离迄个家庭私亲挂碍，那走入这个空寂的境界呀，去对心呢。种种的道理，不管是有形的人，伊爱去问啊，这灵修的道理是啥物？同款爱去得求教啊，然后呢，家己呢静静默思，好好静思啦，安尼体会到啊，大空间呐、啊。含藏着四大诶宇宙虚空，产生了遮呢真侪无量数诶众生命，搁遮呢侪形形色色诶物质，即种无不都是呢含在行住坏空的内底，因为呢，虚空法界的时间啊，是无量数，佛陀拢了解的。现在的科学只是来证实佛陀的智慧之意。佛陀对这天地万物的道理呢，了如指掌啊，拢总真清楚。这是一佛性，佛陀的一佛性呢，要予咱知，人人本来具有啊，但是咱无法度了解，还是呢天地距离啦差真远，所以佛陀不得不安尼从头讲起，讲真多的法式用咱的根基呀。但是呢，安怎讲就是来不及啦。人间两千多年前的社会形态，两千多年后的人类的心态，完全是无同啊啦。所以爱看见人爱真多群众、群情、群众的力量、力
人群中去，所以以一佛性啊，究竟之道，宽卡分别，作三性说。因为咱人人内心本具佛性，真正人间苦难是偏多啊！看看最近呐、啊，这将近200个国家，安尼为着一个气象啊，集合伫迄个法国，要安怎样呢？和这个地球会当回归到这真自然的温度来，因为温度升悬呐，气象异常呐，这是科学家已经推测出来。但是呢，佛陀早就讲，这是众生共作的业。个人即当阵嘛是爱讲，从大家人的生活开始，即真理到个最尽头啦。即、这个大空间的大气场的变迁，现在就是伫人的生活的方式，即嘛是大代志呀，天下的大代志呀。咱若有伫咧看大爱的新闻，从内面呢，这气象变迁丰沛啦，伫这个会所内底呢，有真侪人啊，去伫咧做迄个素食，点出了迄个素食的口感，大家人吃起来。甲食荤的差无偌济，哦，甲食粗的差无偌济。那即马真侪生理人啦，了解讲吼，即个人的生活现在呢，都爱推动素食。啊，了解人就是因为口欲，所以为着要适应人的口欲，即马都真侪人呢去研究用迄、那个。植物吼，植物啦，安尼去制作出了，和你吃起来呢，有甲你适应你的口欲啊。你看，这敢唔就是呢？佛陀所讲的众生共业嘛。我感觉讲，在日常的生活、正常的生活、自然的生活。种菜、买菜、洗菜、煮菜、配饭食，安尼是毋是上健康呢？啊，即马过去研究一挂植物的口感，敢卖阁食过来，又是阁讲吼，这鸡改的豆啊，鸡改的哦，什么物件？真呢，实在是吼，人就是为着利益啦，阁伫咧创造另外呢。生机吼，这营业的生机啦，其实呢，回归自然的生活，咁是真好。咱若回归自然的生活，就是回归自然的本性。各位菩萨啦，真正爱好好呢，咱这地球的生态，人人有责。有责负起责任来呢，上重要就是家己的本性，咱的心爱顾好好，将咱的诸恶莫种呢，展现甲推动众善奉行，那会当安尼啦。我想人间平安，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。